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继上期是啥？我们是黑道 A 吧，反正。哦，哎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这次自己主动上镜了哈。对，然后今天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哎，我们怎么又多了一只呢？主角还在这里，然后又多了一个，也不是配角，就今天有两个主角了。老熟人了啊，对，就是找一个他的伙伴吧，所以我们把母爱找回来了。Call back， 觉得我们的目的也并不是想对比，因为觉得没有可比性。对，没有可比性是不是说谁不没有资格跟谁比，而是说没有必要去比这个东西。对，青菜萝卜各有所爱，而且他们价位也不同。话不多说，先喝起来。好，今天 Strong 姐姐负责开酒。好，真的不想被 serve。开始。好，哎，我们呢？先让他在这里静静的醒一下。今天全部都要醒。让他醒一下，但醒一下的这个过程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是有两根这么违和的东西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西瓜，这是有故事的，因为呢，当年他推出小瓶装的时候。它是有目的性的。法国那么多时装秀，那么多模特，他们在走秀的时候，其实在后台很忙很累。口渴的时候，要口红不能花，需要吸管，那喝什么饮料，对吧？要体现到比较有品味、高贵的饮品，所以香槟，尤其是母爱，就成为了他们的首选。哦，就上台一人一根吸管搞定的。就上台之前都先喝嗨了，才去走台步，是吗？上台下台不管吧，任何就是中间的什么时候。所以呢，其实摩爱推出小瓶装的时候呢，是用这个来打开市场的，在模特圈是，哇哦，非常受欢迎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些大品牌的营销方式真的还蛮，所以我们这次来尝一下吸管和香槟。我觉得应该会喝一口。来，哎，这个挺好的，你真的试一下你就知道到底是喝到了啥，就是一嘴泡。你没吸管喝过可乐吗？为什么喝可乐是怎样，就是喝的吸一嘴泡泡，蛮神奇啊。模特的品味很独特哦。但是就像喝碳酸饮料一样。对，就而且但是它的泡泡比碳酸饮料还多。黑桃 A 明显的这个颜色会更纯正一些的黄金，我爱呢淡雅的黄。抹爱是很清新的，这个是果脯的。如果是果味的话，或者是花香味的话，更重的话还是黑桃 A。这么一对比的话，确实抹爱会更清淡一点，就清淡很多，然后很清新，然后酸度。可能因为其他味道都比较淡，所以酸度稍微突出那么一点点。你喝的时候我回顾一下那个摩爱这个集团这个故事呢，就是我一年以前已经讲过，就是创始人 Claude 摩爱这个先生呢，他其实是从事酒类贸易的，是 Dom Perignon 那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怎么把气泡从葡萄酒中移出的。真的就是阴差阳错之下，他成为了加了更多吗？没有，他反而去成为了香槟之父。摩爱先生去了一个机遇，他就开始酿。但在他这一代和他下一代儿子这一代呢，就没什么大的一个起色。但是他孙子那一代开始蓬勃发展，怎么发展起来的？他孙子又是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认识了一个青年军官 ，which is 拿破仑一世。拿破仑非常喜欢他们的酒，通过他让这款酒变成了一个。贵族里面口耳相传的，所以它叫 imperial， 就是有个词就是皇家的，所以他们是跟拿破仑有非常深的渊源。创始人孙子呢，他就和他的曾女婿是姓 Chardon 的，他们就一起继承了这个酒庄，所以最后就改名了叫 Moët and Chardon。 全世界据说每售出四瓶香槟一定会有一瓶 Moët，所以它的销量真的是无敌的。我觉得它的柠檬味很突出，对，这个的果脯味很突出，对，各花入各眼吧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他们还有个比较成功的呢，就是
在当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，唐培里农这个葡萄园啊酒庄啊给充公了，这个酒庄斥了巨资，非常有头脑有远见，把这个给盘下来了。盘下来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建博物馆，建塑像去纪念这个传道士，因为他是香槟之父啊。对啊对啊。至此之后的人呢，就把他们的那个博物馆就当作香槟朝圣的地方。我觉得现在发展的就是为了迎合年轻人，所以他走的路线呢，就是说还算是比较时尚潮流化的。在我眼里啊，摩艾这样的品牌，因为它又在 LVMH 旗下，就属于真的就是属于大牌。然后黑桃 A 呢是属于小众品牌，可以批量生产，虽然也不多，但这个就无法批量生产。对对，嗯。但是摩艾在当年有，它是融合了好像是10个还是多少个年份最经典的酒，所有那几个年份的基酒融合在一起，酿了一个叫世纪精神，一共就323支，从法国出口了100多支到世界各个国家。中国你知道谁拿到了？张艺谋导演当年拿到了摩艾的送的那个世纪精神。嗯，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两支呢，口感上来说它都不是偏甜的，它都算比较dry的。其实香槟啊，最早的时候是甜口的，是由巴黎之花，好像是1843年吧，巴黎之花开始推出，就那个酒庄也是很出名的，他们开始推出那个年份，他们决定不再加任何糖分，就是二次发酵时候不加糖分，只加酵母，他们开创了这个先河，慢慢的大家的这个口味就被越来越干。你不管怎么创新，你可以在营销方式或者在包装各种，但酒的话至少到这么多年之后再看的话，其实大家还是会觉得想回归传统，对吧，要做一个被大家骂的事情，我对在一起看会有什么反应。红酒的棺材板都按不住了哇，我觉得会更好喝，我强烈推荐大家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喝，棺材板都按不住了。那通过这一期的品尝呢，我觉得我个人呢，我这么做虽然是不对的，也没有不对了，我觉得干嘛不呢，哇塞气不好太多就我觉得这阻止你说一些风言风语对，我建议大家试一试把它们混起来喝一喝，是1+1=2。你给找补找回来了，就凭你1+1=2，棺材板稍微抖动了一下一口闷，好，一口闷，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。